慧的团队解决了许多技术上的挑战，才拍到了小虫的迷你世界。不过现在他们面对的问题非常实际，让小主角在摄影机前好好表现。我们希望能够做出精彩的内容，但是每一集节目要呈现好几种不同的生物，所以呢，把焦点放在虫子生命里的大事，也就是呢，求偶、拓殖和冲突。每个故事都很精彩，放在一起呢，可以让观众了解无脊椎动物各种不同的世界。但在